尽快赶快进入我们的课程哈，因为还有很多东西，我带你都看影片。那个，刚待会帮我提醒我，20分钟的影片，这样哈。好，被抓到贼窝了，所以让你把自己的身份知道了吗？大家都知道了吗？什么？是什么？让你请问一下，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嘛，对吧？所以才是叫王子嘛。丁盖五郎公，我是台湾人，我说这个还要你讲？但是还有一个真正法理地位出来了，我们身份不光是人种确定，还有一个政治上的身份，大日本帝国臣民嘛，有天皇的啊，人家是合法拥有我们的啊，照法律在进行啊，所以谁是我们的敌人？我跟你讲哦，只要让把我们从法理的地位拉出去的，就是我们敌人。不讨论法理，讨论其他有没有政治权力斗争啊，还是用金钱啊，这有什么好处？人民政府啊，都没公这，回到法理，你愿不愿意这个法理出来？请看看下一张。回到原点，重新出发，回到哪个原点？战败那一点呢、啊？我们过去就是战败那一点，不愿意承认嘛，所以你再给我零点加这里嘛，啊，起码登一点，重新来，法理就是这样。来下一张。OK，目前为止，世界各国愿意为结束战争而开采国际法解决纷争。下一张。OK，好，再下一张。我们时间不太够，种族灭绝，这是什么东西？大家需要知道，OK，西班牙国家法院19号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对于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国务院总理李鹏等5名中国前任高官发出逮捕令，理由是这5个人涉嫌对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等罪行，这将使得江泽民人若走访国外，可能遭到逮捕。中国官员则强硬回呛：“哪个国家受理此事，将是自取其辱，有胆就来吧。”哎，这个是一个新闻，因为干嘛挺奇怪？西班牙是一个大国吗？他怎么敢要去抓中国的国家主席？啊，中国国家遇到这个问题，他的回应也很奇怪，像是被警察抓到的小偷一样，有胆就来抓，不对吧？你一个大国应该怎么回应？你们在胡说八道哈，我们就对你实施禁运，你们东西不能卖，这边我也不卖过去，应该是这样子嘛？啊，现在不敢，为什么不敢？其中一个理由，我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西班牙是欧盟的一份子，你不敢惹他，对不对？你惹个惹全部嘛，对吧？第二个什么？啊，真的有这件事情了，你真的犯罪了，犯了什么罪？他大量把中国人口移到西藏去啊，大量被给你拦嘛，被给你讨啊，讨给你西藏人没去啊，他改变西藏人的语言啊，改变你的宗教啊，杀印西藏人呢，现在可能没有杀那么多，他是用人口大量的移民的方式把你讨个没去呢。所以迫使达赖喇嘛带着一群人逃亡嘛，逃到印度去嘛，德兰萨拉印度留一个地方，美国付帮忙付钱嘛，付房租嘛，知道了吗？他们是在留他的种哎，啊，过去台湾人的北部老部工厂，一阵中国人来一阵，卖给外星人啊，卖出外星人有没有？现在被人来讲一下，我跟你讲，一个即将被灭绝的种族，最起码的母亲发出来的呼求，卖跟你结婚了。阿伯阿伯，你都唔知你是啥人啊？阿伯，恁囝都唔知你是啥人啊？这叫种族灭绝。我跟你讲，全世界吼，真假笑是中国人。啊，那假笑你知道吧？怎么假笑？一方面他说熊猫要保育哦，熊猫快要灭掉了，进来保育熊猫有没有？用国家的力量啊，培育熊猫，对不对？他怕它绝种嘛。啊，对动物这样，你对人怎么这样子？你对动物都知道要。保育为什么对人类不要把它灭掉？为什么对西藏这种特殊人种你要把它灭掉？很简单嘛，我们就讲这叫做种族灭绝嘛。这是奥巴马出兵也是啊，伊斯兰国这个要灭掉另外一个小族啊，因为他宗教跟他不一样，你就把它灭掉啊。啊，你干嘛丢？这是人类基本的人因观呢，你把人家人要灭掉呢？哎，现在不用给你抬了啦，大量人口几百给你拦不住，所以伊准讲你袂使。我跟你讲，你可以嫁给非洲黑人，你可以嫁给北美的白人，你可以嫁给韩国人、日本人，下面两个人给，偏偏就不可以嫁给中国人。为什么？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其他国家对这一块土地没有野心的、啊，没野心嘛、啊，你不是被给你嫁给了。其他人是真的爱你，跟你结婚嘛，那 OK 啊。但是中国人、支那人不是啊，你被个台湾界收在，所以台湾人没给核心啊，族群融合很好。我说全世界最没有资格讲的台湾人。
你人种已经无去啊呢，剩无偌济人去台湾人呢，你搁要跟人客气啥？对不对？你懂了？如果辛苦的话，可以到后面先休息一下。你如果忝，会当去后边休息一下，再过来哈。OK， 现在知道了吗？什么叫种族灭绝？台湾人唔知这个事情的话，这事情就大条。下一章，犹太人经历二次世界大战，被用台600万人，严重就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个 statement， 在第五条 ，forcibly transferring children of the group to another group， 就是把你的小孩给对方的另外一个种族人接受他的教育。听有无？家里的妮娜上去有别人教育，咱即卖所有妮娜拢是安尼。我们的教育都接受支那人教育啊，就是种族灭绝啊，让你忘记你自己是谁啊，你不知道自己是谁嘛，你混淆你的认同嘛，所以我现在想办法把你血统先抓出来嘛，再跟你的政治地位清清楚楚嘛，接下去做的事情都不合理。但是本地国是不应该讲自己啊，没错吧？我们要保存我们这个种的后代啊，你别在清在大量跟人家混啊。日本那时候统治台湾只来20万人呢，没有侨贵这些，目的不是要混掉你这个人，是保持你的特性呢。美国你是个种族大熔炉，你就要小心这件事。整个欧洲哈，下载不同国家，意大利就在法国旁边，法国在英国旁边，哎，没有混到一起呢。每一个国家的特性是清清楚楚的呢，一样嘛。啊，想到台湾人叫人去，人家是有计划要把你吃掉。所以 M174 后代你要很珍藏自己的血裔嘛。你今天拿到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来到这里，就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很清楚，你的血非常清楚，这样才大家能够聚在一起，了解吗？所以大家才能同心一起去努力。过去咱这土地现在没办法形成共识，你有不同国家的人在这里面啊，跟我们搅乱啊，认同我们的角色认同混淆了啊，现在清楚啊、哦、来下一张。来，我们是这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高更啊，画一幅画，问一个很简单的艺术家问的问题，都是台湾人应该问的问题。我是谁啊？我今晚在家创啥？我对都要来，我怎么要去对？啊，什么人不会问这个问题？正常人都应该问这个问题。资源回收人不会问这个问题。我现在就是跟你讲什么叫资源回收人。他站好，部落跟部落修台，修台一准备做什么事情？打胜的人已经把败的那方全部杀光，对不对？讲公啊，败你搞报仇嘛，对不对？全部杀光。那、啊、后来发现，哎，这样不对，我土地变多，水资源变多之后，我还派人去耕作，很辛苦呢。所以我做什么事情？我只把被占领地的、较搞的、较巧的杂波弄抬掉掉，村内老弱妇孺留在那边，继续帮我种耕作，对吧？啊，时间搞我水给抽倒转来，安就好啊。你继续帮我工作，对吧？阿里盖伊兰也生，就当我的后代，就像那样。就现在的做法是这样，不需要杀了嘛，杀了有点浪啊。这些人被留下来叫什么？你我都资源回收人了。我给他名字叫资源回收，本来是垃圾，阿 Q 都登来输用，那叫资源回收。资源回收人只做几件事情：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西。按隔壁就是资源回收城市，香港啊，过去不是被英国统治吗？他其他事不管的嘞，他就每天就是上班下班交税，就这样子，下班下班交税买东西啊。啊，至于他自己是谁，他从来没有关心过啊。所以香港后来换成中国的时候，江泽民、邓小平这样讲：虎照跳，马照跑，对不对？你继续 run 啊，我时间到就抽税就回来就好了。啊，结果呢？啊，比较聪明的香港人，有钱的都已经移民了，跑掉了嘛，澳洲啦、英国啊，都移民加拿大都跑掉了嘛。跑掉有没有用？没有用啊！这群人跑掉哈，啊不行的就留在那边嘛，又资源人、资源回收人的资源回收人，可是跑掉还是资源回收人啊。他到另外一个国家，别的国家也可以使用他。什么叫资源回收人？来下一张，没有脑袋的身体啊，没有脑袋啊，我他开辛苦了，身体吃饭睡觉吃这个掉都可以啊，那没有脑袋，没有效忠对象，他不知道自己是谁啊，去哪里都可以，谁都可以用，任人使用。你知道吗？这叫资源回收人。那他的脑袋是什么？我跟你讲，资源回收人有个脑袋叫做媒体啊，因为他每天看电视嘛，他没有其他的，他不看书的。媒体，那他记忆力有多长？你知道吗？资源回收人的脑袋的记忆力有多长？我跟你讲，三氯氰胺一个月就是一个月，
洪仲丘案子一个月，他就一个月，他记忆力这么长。黄色小鸭一个月，他就一个月，为什么？媒体没有在报啦，他的记忆力就不见了。媒体有在报，都造出来啊。这个资源回收人，他脑袋就是这个，叫做媒体。媒体下命令叫他去买什么，他就买什么。现在哪个演唱会去听，就听什么。哎呀，盖哈，媒体员、媒体人、媒资源回收人是这块的，这个资源回收人只会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来，下一张。生来为奴隶的人，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史观，不需要传承。因为从奴隶眼中看来，他一生当中实在找不出什么可以好引以为傲、值得纪念的事情。没有计划，没有未来，奴隶根本不需要计划未来。奴隶的未来永远是掌握在主人的手中，没有主人同意，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奴隶根本没办法往前看，因为手中捧的那一口饭就是活下去的理由。所以奴隶总是告诫他们的后代说：“行下这杯冲下，也当好歌雄实在。”啊，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有啊。想要这边送啥？卖想要这啦，一旦加了熊起在，对吧？小心，如果把他眼前地上那碗馊饭拿走，换成是桌上一盘龙虾海鲜开胃菜加法国香槟，奴隶会拼着老命冲过来咬断你那个施恩惠的手。放着就好了，没熊熊这。来下一张，这个就是啊，哎，在座各位，你们人生追求目标是什么？认为是自由、幸福、快乐，请举手。啊，小心呐、啊，我要修理这些人啊，请放下。我跟你说，自由、幸福、快乐是副产品，不可以当作主要目的来追求了。那个副产品，什么叫副产品？我讲几个故事。一个医生如果以赚钱为目的的医生，你敢去给他看吗？不敢嘛，是不是？如果医生以赚钱为目的的医生，你敢不敢去看？不敢。好，但是一个医生说我要给病人最好的治疗，提供最好的服务的时候，因为这样子，所以他病人很多。因为他病人很多，所以他赚很多钱。现在知道了吗？他是照着顺序获得该有的副产品，所以他真侪是进雄的呀。但是他如果以赚钱为目的的时候，这个医生有问题啊，因为他获得这个东西的过程不对嘛，手段不对嘛。你如果追求自由、幸福、快乐是你的目标的话，你下面逮着一张做会出来啦，食物来得给你掺塑化剂买谁在啊？因为马上可以卖出去啊，他马上让我得到自由、幸福、快乐啊，我急我的自由啊，我幸福，我的快乐啊，啊，嗑药更快。一天二十四小时可以啊，马上你就觉得天天快活是神仙，阿里别给走，不对嘛？你获得这个感受的手段不对嘛？过程不对嘛？有一个女生说啊，这个男生看起来好像可以幸福快乐，我嫁给他，啊就结婚不到几个月，这个不行啊，再换一个，啊一直换，阿里干丢不对嘛？真正的结婚是因为两个人相爱嘛，啊愿意为未来一个 future 来一起胼手之足努力嘛。啊、努力完了以后，男生做好他的分内工作，女生做好要小孩子好好的念书，回到家里妈妈煮一顿丰盛的晚餐，大家坐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自由、幸福、快乐的感觉嘛。这是有过程的，有 process 达到目的的嘛，不能分开来享用的嘛。就好像你把性从婚姻里面拉出来享受的时候，像我们媒体现在给你刺激的就这样子，扭曲了嘛，他被抽离了嘛，他需要在整个架构里面去享受才是正途了，这是对的方法了。啊，台湾人敢来讲这啦，所以你国民党来通敌，下面两个来通敌都会塞了。因为我不管啊，我只要有这個，所以我住地堡啊，我开兰博基尼啊，啊，你想一下这边怎么，你可以混到台湾人的前途会怎么？潘先生哦，你做那些事情，但是你的脸上写的叫我叫奴隶了。下一张，就这个啊，你在五十万人、一百万人上街抗议，你都是这个位阶的啊，你想给去斩嘞？你改变不了游戏规则呢，是人家定义你的游戏规则呢。人更加戆、更加喊，嘛是做你总统啊，对不？更加白痴，你抗议嘛无较抓。一个老行仔在坐遐，因为是通底价，你是比通底价，你是奴隶啊。不管你开 Benz 还是开 Lamborghini， 你就叫奴隶啊。你的小孩子接受奴隶的教育啊，知不？上街抗议没有用的。我们就算脱离了这一层，我们还有上一层，但至少是第一流、第二流的国家吧，至少是美国一半吧。人一辈子，当然有人讲说、啊：“老师啊，你上面总是有人吧？”我说：“对啊，但这个人对待你的方式可以决定很多事啊。”啊，你有一跟末流的国家的人，给你糟蹋流亡政府，给你糟蹋干喝。我宁可当这一层人的，对不对？被统治者嘛，上面有天皇嘛，这不好吗？还是你宁可被这一群流亡政府的人的通敌，
所以那个狗嘛，狗逼公，你搞教练想在套给赢，你要直接占领啊！啊，他是不按照章法在治理我们的，你要按照章法来管理我们的，对吧？你知道哈？来下一章。所以啊，越往下的人受媒体操作越来越大啊，就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押韵了啊！来下一章。啊，再下一章。我现在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么多，这在整个。哎，我还有十分钟，下一章，下一章，拍谁哦？这是时间的关系，有空。所以今天我跟你们讲的课，大部分在时间上拉长你的史观，在空间上从不同的观点给你切入。OK， 在 M 1 7的生存角度决定观察角度。来下一章。哦，你看从时间点60000年，1624年西班牙、荷兰进来，你看前面都是那些时间呢。到后来什么大清帝国、东宁王国，1683、1895年。要该做殖民地掠夺者嘛，后来日本进来正式变成他的领土，美国占领。OK， 下一张。在当然这边有不同的族啦，过去台湾人说3年1小反，5年1大反，当然是这样。你搞领地，我懂你要跟你换啊。下一张，第大清帝国反来的观点啊，下来过来。好，这岛恁看过嘛？哈，清朝迄阵对大清帝国迄阵对台湾来岛是安尼，右半边都不是他的嘛，对不对？啊，我来讲。我们不是经常讲说郑成功占台湾啊，郑成功故事一大堆，对，你知道他的势力范围多大？就这粉红色这一块，笑死人！那你占台湾，占台南嘛，占台南没有占台湾。如果有的话，我跟你讲，数字会说话。请问你那时候当年编列预算多少？你在哪里设了多少点？你的薪资怎么付的？你的收入怎么来的？你做了什么建设？你做了什么规划？你做了什么登陆？都没有啊！啊、你拿不出来就表示没有嘛？啊，大日本帝国今天来讲，荷兰人一直外供有一个叫做热兰遮城日志，那只不过一个西方的贸易公司进到台湾，荷兰人哦做全部台湾的所有记录，山有多少，有多少树，有几粒山，来电有什么河流，来电有什么人民住什么人，他每天的一般的一斤米是多少钱，他全部做记录呢。这边的海岸海有多深？人家只不过是一个这么小的一个贸易公司都可以做这种事啊！你一个大清帝国通敌冷霸归你，你不对台湾做任何的记录，笑死人了。所以他从来就不尊重这个地方嘛，他是一个掠夺者嘛，有资源拿走就拿走嘛。那有的话你把记录拿出来，我就这么简单。大日本帝国来台湾花多少钱，每年大帝国预算编列都在，都清清楚楚，盖什么房子，哪里建设铁道都有。下一张啊，再下一张，我再走。我们现在只走日本地，再走。好，是不是中间有台湾狼那个照片？哦，那是之后啊。OK， 大日本帝国台湾历代总督，就可以给兰博给报给。明治28年（1895年），第一代总督华山之际，军政转民政。你们当中有念行政专业的哦，你会看他做的动作。一个帝国进来的时候，当他取得领土之后，他会做什么动作？仔细看，军政转民政，领台善后，租税。减免预告，地方官制委任立法制度确立，台湾总督府评议会设立哈，司法制度确立，地方法院，是1895年，明治28年，29年，隔一年1895年就桂太郎，这是每一个照片哈，从左边这是华山之际桂太郎，乃木希典而与源太郎，后面是后藤新平哈，来啊、再来明治29年第三代总督阿片建鸦片哈，监禁制度，阿片专卖，教育制度扩充这些哈，第四代总督做什么事情？哦、比如设置机关，保甲制度实施，土地水利事业，地级调查，大小租权，地方规制，基隆高雄港主港工程，全岛铁路建设，医院十几间设置，哒哒哒，自己看、哦、下去非常好。下一张 ，OK， 你看看每年军事费用拨多少，那时候其他的费用多少，就让我下嘛，1000000万日币还是多少？帝国预算都会算的、哦、你们上网去查，绝对有。好，下一张 ，Google 一查就有。好，历代总督到。明治39年，农会设立，内地农业移民事业开始，台北市街道下水道设置，纵贯线全通哦。1906年的时候，台湾的纵贯铁路全通啊。中央研究院开设，化学部、卫生部、松山疗养院设置博物馆哦。没有帝国会在殖民地开设博物馆，搞清楚哈、哦，只有他自己的土地在开设博物馆 ，museum 啊 ，museum。大正寺1915年第六代总督。一做台积电底下，第七代总督明石，台湾电力公司创立，有没有？纵贯铁路中部海岸线开通。第八代总督田健治郎，很重要的，一视同仁，同化政策。
内地延长主义有没有？皇子、皇太子殿下，那时候皇太子被来台湾做纵贯铁路，可是有台湾人下不回，讲啊，未使，就乱，你未使来。结果伊也跟我讲，下一章，台湾思想之恶化，盖系在东京学生辈，在台不过数人，特丹在多少请社会主义啊？就是讲，迄阵会闹代志，拢是台湾囡仔去遐读册，啊，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迄阵人。人数很少，但是大部分的人民极其忠实顺良，感是一同一视同仁圣恩，绝无危险之余。黑准的总督对台湾人的看法是安尼哦，比较对照清朝大清帝国对台湾讲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日本人说没有啊，你都忠实顺良啊，我们得来来来，你去看有差异多大。下一张，这是过去的台湾人一九一几年、二几年的出国留学，去对呀，去澳币留学呢。这个是很有名，叫杜聪明啊。啊，这些都出卖台湾人，那叫做黄朝琴啊，黄朝琴嘛。讲我是中国人，我台湾人，我嘛中国人。后来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跟你讲，大清帝国还有一些余孽嘛，还是效忠大清的嘛。啊，对于日本人是外来，被给关照，就像那样。啊，结果拢是本土台湾人，高刷做个北部做后代啊。你去认同中国之后，日本人来又被判了，都、就是这个啊。那、啊、下一张同学录有没有？哪一个国哪一个大学、啊？你看哥伦比亚大学啊，伊利诺伊啊。相片啊，这都名校哎，有念不同的，有念美术、化学、经济、神学、政治，他在台湾人其实还优秀呢。请的三龙比你们在座各位的女童星还 fancy， 刚刚那一张不是穿得很 fancy， 像法国定制服，男生西装也很漂亮，很有气质嘛。嘿，气质的台湾人是安内嘞，上一张再给他们看一下，是啊，台湾人是安内嘞，1920年都已经留学回来了嘞，一阵台湾人得几分通体来的，从识字率从本来零啊。一下跳到78%，整亚洲只仅次于日本。啊，台湾人一阵出国留学20万人，出国留学20万人啊，在台湾呢出国留学，吓不吓人？同学录都出来了，给你看啦、啊。下一张，这个同学录啊，欧米留学方明，方明录，来下一张，要管吗？哈、哦、啊，这下再走，我们直接看照片了，没有时间，我们直接看照片，还有5分钟，我们把照片看完，来，麻烦把照片拉出来。哦，这是1885年，马街，哦，从加拿大人到 Princeton 神学院，美国 Princeton 念完了以后，直接来台湾，一整天叫做皇后旅馆，住在里面被臭虫咬到醒过来，没办法睡觉，这在日记里面写的哈、哦。下一张，哦，一整天大清帝国统治底下，吹气都白了了哈，都没有卫生设备，还都给人搬吹气。好、哦，来下一张，哎，一整天等，超疗啊，医疗啊，这一定要吃物件。好、哦，下一张。哦，主日学开始就设立主日学，所以欧洲的西方国家他们进来做两件事情哦，长老教会进来就是给开设医院啊，开设学校，给你识字，不得不急哦。下一张，哦，这马街就在这边，大胡子嘛，哦，来阿黑狗爪都会，来下一张，啊，卡扎龙后来讲中国人来就是起城起庙抽水贪污啊，他没有给你建设哈，起城都给围起来哈、哦，来下一张，你的观念就是围起来啊，下一张。哦，那1885年左右了，日本人进来的时候的照片。OK， 这淡水，看在淡水，下一张，再走。啊，这一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一个阿嬷在卖什么？我跟你讲，这是槟榔西施。真的啊，他在卖槟榔啊。啊，只是以前卖槟榔是阿嬷啊，所以现在降低我们的吃槟榔人口很简单，就请阿嬷来卖槟榔就好了。我狼狈狈啊，就是找漂亮女生卖，真的很可恶嘞。卖毒，照美女来卖，哎，真的就换一个人来卖就结束了，哦，故事就 over， 不会有人要吃槟榔。来下一张，哦，西乡中药牡丹社事件。来下一张，哦，那时候我们原住民有高砂族有出草，就是把人头砍下来，哈，啊，那个日本军官说别再给我抬两刀，哈，下一张，哦，那西乡重道，啊，这不是西乡重道，那个北白川恭亲王从奥底登陆台湾，那时候。派牙料，台湾是伊个料，都派军进来。下一张，一个亲王，啊，迄阵咱高砂族去用收编料，我们的用战士用牙德高起来，顶冠挂下人头，迄种人头，而且来一颗一颗都是人头，因为以前有出草的习惯嘛，哦，倒人头挂起来。来下一张，哦，那时候高砂族的庆典，啊，小朋友在那边玩啊，好高兴啊，日本军官也在看，啊，你看那妇女在那边跳舞，手上拿什么？人头，他们庆祝的方式是拿人头在那边晃，哎哎哎，来下一张，
哦，那顺服了顺番之后，他们就教他怎么打，使用新最新的武器。好，下一张。啊，高沙族的女生很漂亮哈，你看那脸好漂亮。来下一张。啊，那时候所有的头目坐在下面，你看每个人的脚中间都放着什么？一颗一颗都是人头。一尊北部族啊，在平地的北部族3600多颗用刀砍，而且不能加。诶，好像是70、80个，我袂记个数字啦吼。下一张，所以洗身躯来洗你啊，都有兵甲你割掉诶，好袂讲毒起来吼。下一张，啊，这是迄阵高沙子走诶穷诶迄个小学内底国小叫人抬，啊，结果一个日本老师甲这囡仔藏诶迄个粪坑里面，啊，抬了就因着逃走出来，啊，这是生还者的照片，啊，剩诶想计斩进来卖看，哦，看一丢就好。下一张。啊，接受教育，整个高沙族的习惯就改变了。哦，有教育之后，有知识之后，人就改变了做法。好，下一张。哦，所以大日本帝国起来就大量的教育，改变台湾人的思考思维方式，从大清帝国一关乱七八糟的一个。啊，下一张，斩进迷关一个啊。大日本第八联队进来了，军队进来，下一个空军进来了。啊，那时候小孩子就开始学会画画，蜡笔就进来了，小学教育就出来了。哦，幼稚园教育。来，下一张。来，这种第八联队。然后再走，哦，你看很漂亮。来，再走下一张，你看她在第三高路的女生穿制服，多漂亮，多有气质。台北是第三高路的，迄阵的日本时代人都是这个型啦。啊，恁即摆愈来愈退步啦，我没有那个特殊，你知道，因为那个气质没有了，因为被难民嫁出来嘛，大概像成难民同款，比迄国家再低低一级。你看是安尼，阿嬷阿公迄代生都要。第三女高，来下一张。你看，他在铁道旅馆是这个样子。下一张，哦，铁道旅馆汽车，来再来下一张。哦，对了，哎，得一狗路上洋裁课、裁缝课的时候的照片，来下一张。哦啊，打到菲律宾马尼拉的时候，那小朋友上街去游行，来下一张。哦，幼稚园带活动，下一张。接下来，公会堂。台北公会堂啊，中山堂迄是人号的啦，占领将中山甲中山啥物关的？迄是台北市的市民每人捐一块，起起来叫公会堂。公会堂就很多活动在里面，有西餐厅，有跳舞教育厅，有跳舞的，里面有冷气，还有可以看电影的地方。下一个，咱今麦来讲1920年的代志哦，公卖局一直起安尼，日本时代就安尼。下一张，啊，那有吧？台大医院，啊，来下一张，再走。哦，你看，都在公会堂，离开就是二楼，离开的啊、哦。台北市公会堂来这样来，下一张，啊，再下一张，你看那上面一来，你看他餐厅怎么配置，干干净净，干干净净就得输哎，还几不能做到几人呢？一板一眼，一尘不染，他怎么放餐盘，你就知道这个餐厅可不可以吃饭。你想给这些照看，看来乱七八糟，还有中国人的性嘛，垃圾规个油碎碎啊，臭咪咪的啥呢？这几不能坐在旗下呢，哦，大家都还清楚，那是台本帝国的市民哦。撞球台，啊，这西餐厅的餐桌 ，OK。下一个，我们现在讲1920几年的台基，那些难民来到滨海，看到一个山庄咯，有快车道，有慢车道，中间有行道树，哦，快车道在中山庄咯，啊，台湾有一个瓜买些秋车哈，三线路。来下一个，哎，这一讲，看到台北市的任何一个国小的棒球队了。什么讲用棍啊去砍你的石头？可怜个被些是难民的做法。什么红叶队是咱的？没有，1910几年、20几年，台北市你看华山台北市那少棒对抗赛，华山小学对西门南门国小，怎么看？也要看棒球，你看手套每一个人都有，帽子、棒球棍、球，有队旗，有教练，有领队，那种正式的嘛。迄阵的台湾人都已经拍这款野球啊。快轮到后来，佫退步去啊！所以明治以前办什么台湾棒球，邱锡良，佮你追溯到红叶棒球，那是你要追到日本时代是多高级的、优秀的。来下一张，台北市公车，迄阵都公车啦。OK， 下一个，台北车站的前身的前身。来下一个，哎，神社，台北神社，下一张，哎，超中爱迄个饭店，来温泉，他在建中的学生是这个样子，他在建中的学生是安尼。就帝国那个架势哦，不会像这样建中学生同学派珠包、科旗。OK， 下一张。
Museum， 管前路走到底就是这个。没有人在殖民地盖美术馆啊，盖博物馆的，没啦，只有自己的土地才会盖帝国大学嘛，对吧？啊，叫博物馆。来下一张，哎，看在迪化街附近，不是迪化街，哎，这个是衡阳路附近，哦，叫荣丁。来过来，哦，那总督府地丁馆看了。来下一张，这不是最近的相片哦，这是1920年、30年起后一阵的相片。来下一张，30年，另外看在北投有另外一条更新的火车。是有哈，下一张，刚才《时代》杂志《Life Magazine》上面照台北市外面的照片，你看一群人，穿的衫都有气质啊，好像欧洲人一样，穿欧巴帽子，啊，再走，过来，哎，那就讲明治桥啊，基隆河上面明治桥，给我慢一点跳起来，啊，下来，过来，再走，哦，台湾博览会，一个你跟博览会了，全世界人给让人来台湾参观哦。哦，下一个，哦，台湾博览会现场，你看，再下一张，一直的台湾人，你看，博览会现场，你看，请集日本和服，下一张，哦，新公园对宾馆拍来，来下一张，一旦对宾馆拍来，表示飞机不会宾馆拍来，啊、哦，来下一张，台北车站后来第二阶段，来下一张，哦，这个迪化街饼过来，我们时间还没，他在警察部哈，念理工科的男生啊，都喜欢耍帅，啊，在咖啡店里面前面集合。啊，穿你看日本的卡，来这首下一张，哦，耍帅抽烟戴那帽子，你看留咖啡，哎，蛮酷的哈、哦。来下一张，你看他在公会堂里面，你看这中奖的国标舞比赛，国标舞啊，你看一阵的，那的阿公阿妈背哦，你看穿衫穿的外秋的，是不是穿得很漂亮？每个人的打扮，你女生看女生，男生看男生就好了。你就知道他怎么穿衣服了，连鞋子袜子都没有乱穿的啦，对，鞋子都干干净净帅气啊，后来被难民一管，整个素质降低，没有气质啊。国标舞比赛啊，从日本来一个国标舞老师评审啊，大家一起拍照。来下一张，打橄榄球。来下一张啊，一个胆长看病。来下一张啊，再走啊，那时候幼稚园，我找一个很小的竹东一个地方的幼稚园，那时候各个地方都有幼稚园哦，全台湾细轨弄游击宴哦，哦，来下一张，新店车站附近，下一张，台中那个阿嘉，我时间到了吗？要播影片了吗？啊，再走，再那我们就走几张，那时候台中港下来，来再走，哦，台中绿川，哦，下来走，哦，这，哎、欸，这、就是台中大地震之后从天空拍，你看那时候都市规划已经就清楚，不够行啦，不够行啦。棋盘式的建筑 ，OK，City、okay? Planning， 下一张，好，科长，再走，来天皇来视察的时候，亲王来视察的时候，后面的文武百官、世界各国的军官在那后面跟着，下一张，好，再走，台中，再走，哎、欸，台中香蕉，迄阵卖香蕉出口的，你看人会穿的衫，迄阵就穿安尼样，无人伫穿短裤、夹冰凉、穿茶，无安尼啦，你看。该有的样子都要有哦，大日本帝国成名，不要学难民。来，再来，来再过行，好，来过行，再走。你看台北市，迄阵无台中的，你看神社，好像你看几部的照片哦。下一张，来台中神社，来再走，你看再走，哦，宝厅，各转，再走，哦，台中州厅，再走，台中州厅全庙哦。来这台中车站，过来，再走，啊，再走，来，丰原家政女学校上课的时候，哦，来下再走，红丸呢，哈，哎，再走，我跟你讲哦，在日本时代没有所谓的偏远地区，只有国民党来通敌，在我说屏东、台东偏远地区胡说八道，台湾在斗在下谁那我上面偏远地区，伊都是中国喜爱观念才。中共想一国都改到偏远地区，都照顾不到，把你侵占而被冲，把你自生自灭，都是安尼啊！日本时代那种什么偏远地区，全部全岛每个地方马上就到江南大郡开工那一天的照片，下一张。好，这种我们可以放影片了吗？好，我们放影片好了，来大家看一段影片。これは公
した情勢を打ち破るために北に強固なる国防の一線を画しさらに南に産業と経済の生活線を開いていかねばなりません。こうして熱と光に恵まれた台湾、それは我が日本の富の泉であります。日本領土の中でただ一つの熱帯及び亜熱帯地である台湾が我が領有に帰したのは明治28年4月17日下関条約が締結されてからであります。我が領土となってから同年6月14日樺山海軍大将は第一代の総督として赴任し台北城に入り同17日時の近衛師団長に手を合わせた北白川宮吉田新郎殿下のご退任は依照大清帝国統治之下插花结果式を挙げ次来40育成層今日の絢爛たる文化台湾を作るのであります。海冷前の台湾は清国政府より過去清朝政府当中化外荒地その住民は居民会当中化外之民しかるに海冷国民日本はこれに忠良なる帝国臣民をもってどうか国育に努めその功むなしからず海冷後数年ならずして土肥の氾濫を鎮定し産業の指導奨励鉄道港湾交通の建設改修通信事業衛生の完備最新的最新型的消防事業教育普及に地方制度改革に軍事に各班の事業は着々整備しその成果を上げ次に今日のごとく全く赤日の面目を一新す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ります。核のごとく単日月において好成績を上げた者はこれ筆教我が皇室の一致同心を受けたか申すまでもなくまた官民一致協力の台北市夜景台北市的夜景そして台湾で最も繁華な文化の都政治の都であります。台北市は元領内万華大道邸の三明治44年8月1911年8月有一个大台风看这机会看这机会吼应该他在中国人去的当局は全部拆除淡水川岸壁の築造を完成し城内をめぐる城壁を都門で取り壊し保留東南西北門その後にリングガーデンすなわち三線道路を設け理想的都市計画を実施都市計画也在做全く市街の面目を一新したのであります。台北市の中心である岩井川城内は灯籠があります。一旦冲裸灯一定要配电线才有可能路灯。台北州知事台湾军司令部台湾军我已经看了很多次每一次看还是很感动悲伤邮政局地名是台湾电力公司台湾电力会社会社总督府官邸一贯建筑的那个优雅去也是树考虑的点很多前面有这个庭园造景和日本的那个庭园设计这水准很高呢总督府以北一带一百来矿台湾都市は機械あるごとに在来の旧式な建物から近代的文化建築に移りつつありますが特に台北市の文化様式には著しい変化が現れております。一般的生活しかも一般に台湾の文化様式の都市は主要街路が放射状にあるいは五番の目のように拡張され淡々たる大通りは人道と車道と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その人道は我が国においては他に例を見ない独特なものであります。ピンアカ幅2軒の軒下には停止客というものが設けられておりであります。
北 駅，台北 駅。车站前面有这种人力车，也有计程车，啊，这是 taxi 计程车，大概有公车。人力車は大変賃金が安いので盛んに利用されております。また台湾には騒音を立てて走る不愉快な電車はありませんので、自然に静かな快適な街となっております。这个是林志桥啊，位置在云山。他给人喝，现在这面包都被破坏掉了。台湾神社は台北の北端にそびえている。台北公会堂哈，一进来去就水了。博物馆哈，博物馆哦。那时候台湾的女生也是身材都很好。台北放送局一天两个语言。日语甲台语，啊，要讲放上植物园，可以看到这个景象，表现一直的统治是很顾虑到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哦，生活的品质啊 ，quality of life， 要有休闲，要有知性、感性的那种哦。一波一波噶，这开始过去的台青队在乱的改掉。啊，今麦有个对照组，啊，现在往大丢点还去，对，受中国影响很大，好像另外一个国家一样。大道城大丢点本岛人的，会修，你看，就开始起城起庙，这间代志就出来。你看，啊，来地人嘛，生做开无同款。白卡嘛，看会到吼，你看，我来问阿妈白卡吼，就是安尼，对女生的一种虐待吼。扭曲的一个价值观。马上就感受到迄中国文化的影响。朝天流れる淡水川であると答えます。これが台北市中を流れている淡水川遥か彼方に見えまするのが七星山であります北東温泉北東温泉あ今还只剩下一个建筑物你可以去看必ず一度はここへ来ると言われている一年を通じて客の絶え間のない非常に繁盛をしている温泉であります过来还有更20年の歴史を持つ淡水高尔夫球館淡水高尔夫球場那是一堆的古代地のゴルフリンクも遠く及ばない日本史だろうななかなか優秀なリンクでございます那你没办法思考的东西那你在像新竹地方は北部台湾中最も古くから開拓され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して每个城市都去走，你是跟他带八旗哦，每一个城市都去走，什么建设都给你看得到。そして新竹はかつては北部台湾における文教の中心地でありました。新竹州の首都市の農村。那个现代城市，你待会注意路灯，多少路灯就表示它的电气化情况，还自来水。日本内地はもちろんのこと、最近は、日本かつらなぞって、ペルシャをはじめ、你若做制造业、生产业、你就知影。内地および海外市場、1920年、30年、都是機関生産方式。国産品として優秀品の産出に努力しております。前段是这样子。この日東紅茶の工場は、全部機械化。近代的設備の点によって、制造茶葉使用ね。世界に誇る見逃すことのできないものがございます。日本市場としてはね。说这现代化的制作过程，制程，书中代理。台湾一群吃饭的皇帝啊，在这么台中，没有偏远地区的，每个城市都给你讲个搞。中部台湾的首都。你看台中多漂亮，以前叫做小京都之称。哦，你看。
你看路灯多少？规排规排安尼。绿川、柳川、清流。清流を擁し。柳を配した台中市は静かに美しく台湾の京都の城があります。幽静而美丽。对啊，今嘛都是脏乱的，无其他。台湾が熱帯から亜熱帯の地にあるのは、四季いろいろの果物を生産するに恵まれております。素材、果実は実に30種に上り、山岳もまた2000万円に達しておりで、周囲の緑の山を映し、常に紺碧の色をたたえております。この水は水圧鉄管を通り、ジェネレーターの響きを上げ、那时候发电的配送管线全岛配送哦，台湾各地に infrastructure 就是基础建设做到台湾电力会社は24万キロ的力量准备することとなりました。一阵的高压配线，你看一阵的这样呢，南北输送电，用电量表示国家的先进程度哈。动力供给地から出発いたします。我们供应电量，日月潭那边往南北输送，来南。台南市は後期2200年代、今より300年前、台湾がまだ人煙希薄で諸物混沌として整わない時代からすでに地図の勘を備えていたもので、オランダ人の渡来、平成公の領代、明朝の地下、各時代を通じて本島政治の中心となっておりました。また文学、商業、文化の輸入は全てここからでありました。現代は本島第二の都市と言われている台南市は阿里山鉄道を施設し、なおまた伐採を終わったところには前期唯一の海の鍵通りの野球で知られているあの海市であります。台南集荷にあり、台南に次ぐの都市であり、また新高阿里山登山口としても知られ、阿里山から出る木材の集散地であることが鍵市を活気づけております。東南亚最大的木材集散地。16万坪の台湾総督府を父と言われて、好像唐厂領土になった頃にはまだ幼稚なものが出ましたが、也许本时代个重点哈，而越看来帝国制糖出资会者开始。你看，你们有过盖工厂，你看有钢顶怎么建构的，工厂的那个规模跟架构，下面有铁道输送，就是帝国在做事情。民主制糖出资会者。キューバ、インド、ジャバの次で第4位に住んでおります。そうして我が国東洋の中心、すなわち主産地は言うまでもなくこの台湾でありますから、台湾は大いに花が高いわけであります。屏東工厂。国の文化の程度は砂糖の消費率、すなわち一人当たりどのくらい砂糖を舐めるかということで分かる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でありますから、文明人の皆様方はどしどし砂糖を召し上が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ものであります。比率であります。你看以前怎么耕作。次は北米合衆国人化了、および英国人の地海、地海で存在哈。日本人はどうかというと、世界大戦前までは一人当たり5キロに過ぎなかったのが、今日では文化の程度も進み、砂糖を原料とする青果、練乳、缶詰、その他の工業が発達し、消費高も戦前の2倍以上に増加して1人当たり13キロ。日本の砂糖消費高はここ10年間に平均70万ピクルずつ増加してまいりましたが、その上気候が熱帯であるがために衣類も多くいらず、粗食をしてもっぱら金券貯蓄一方でありますから、内地の百姓に比べると台湾の農夫は羨ましいほど有利な立場にあるわけであります。工場に送られてまいりました甘蔗は機械科学のメカニズムな音に乗せられ、政党の第一関門で汁を絞り取られ、
絞りかすすなわち爆発はそのままボイラーの釜に入って燃料となるのであります。你看里面工厂的人的穿着哈。糖蜜からアルコールが作られます。然后怎么？燃料国策からアルコールの製造も近年ますます盛んにな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が。分けても無水アルコールの製造は製糖会社が犠牲を払って国家の燃料国策に順応せんとしているのであります。聖徳府陶業試験所では官所から摂取するアルコールの純粋度の多いものを作るごとにかようにして口にしているのであります。我が国の燃料自給自足の国策に台湾の製糖会社は一大貢献をなさんと準備中であります。10カ年の日誌を費やして江南大郡昭和5年4月に竣工されました。珊瑚丹の礁あるこの貯水池は周囲58里、村山貯水池の4倍あるといいます。東洋第一の水利事業で台南州が15万口部に給水しております。水路の延長は幹線26里、支線280里。この大衆が竣工して以来、米干渉等の増収が年額240万円に達しております。三年輪作がこの給水事業の特徴であります。这是台高高雄啊，台高你待会看那个高雄港它的运输方式很值得参考。你看一直都是这样。高雄は本島最南端にある台湾南部における最も重要な要項を持つ新興都市で、高雄州の首都であります。海岸線の屈曲極めて少ない本島にあって、北にキールン、南に高雄の二大港湾があります。その一つの南方の高雄港は台湾南部の物産、砂糖、米、バナナ、パイナップル、セメント等の輸送に重要要港であり、また遠洋漁業の本拠地で、同時に帝国南進国策の削減地であります。海陆空哈，待会每一个都包过来的是供的电缆电线。高雄は近畿工業都市としてもますます躍進しております。今後の高雄の躍進は、这工厂多整齐。待つべきものがあるでありましょう。我精致，跟他去工厂，工厂就好了。哦，这也有趣了哈。内地都是咱的日本哈，内地不要错。神户出港，经过三昼夜，这只三缸。船は1万トン級の優秀船6隻が高級的游轮哈，别造，货顶别造。那台定期航路，无法想象的豪华版航路。台湾は南方開発の国策指名追加機関として新たに創立せられた。台湾拓殖会社をして移民招致その他未開地の開拓綿花の栽培拓殖金融事業等種々画策されております。台湾にはまだまだ開拓の余地が残されておりますが、台湾拓殖の使命は一人台湾島内のみならず南市南洋における法人事業の助成をなし、那台无线电哈，无线电，传输哈，固定的固定。内外航空は東京、大阪、福岡と台北の間をわずか1日の連絡に短縮されております。
内地と台湾は常に接し、産業と経済南進国策のため、我々は挙国一致で追行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台北飞行场。香港においては大学、我们高沙组啊，大学生有专科毕业学生，短期间哦，教育给你改变了。また巡査や教員になっている者もいます。做老师、做警察の、心なき者が万人と呼ぶと、彼らの中には色をなして、我らも日本人だ。万人と呼ぶのをやめてくださいと訂正を申し込む自覚ぶりであります。さて我らはさらに目を南に向け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好，这都是咱过去的台湾啊，日本时代的报起来。好，课上到这边，下课。啊，各位同心啊，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谢谢徐歌林徐老师。